师傅，你方才说没有身不由己和造化弄人，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，那你呢？你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也是自己的选择，没有命运的助力吗？是我的选择，而至于宿命，我不信，若当真有，我不服。对命运这么不友好，所以师傅，你看你运气那么差。我不需要运气。饭还没吃？哦，不用了，今晚有点困。上次被家武抓了以后，我这身体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，总爱犯困。回头去顾寒光那里看看。就是爱犯困，没别的毛病，别去麻烦神医了。师傅，你看啊，今晚月色多美啊，不如我们干脆早点。啊，刚才还挺好的，变得真快。夜色确实好，去其他地方看月亮吧。啊，师傅，你日理万机，一定很忙。哇，师傅，这是浮空术。怎么？没怎么。师傅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此处月色甚美。月色甚美，那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看穿还是没看穿？在江州城还待得惯吗？江州城很好玩。那便多待几日。你若有什么事，可与我说。师父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？只要你说有，我便会帮你，无论何时。我是为了报仇才来陈绮山的，你说我想办什么事？近来剑心门确有异常，我已派人着手调查，不日便能有结果。多谢师父。这小丑八怪心思还真是难猜啊。不过算了，懒得细究，现下情况对我正有利。